为什么是两个人？为什么是两个人？果然是。你们的婚姻都假的啦，你们骗我啦，骗你啦！谁会豆腐不对？他的豆腐是板豆腐，很硬。2000块钱，这个观念擦掉，好不好？好，擦。好，我这里擦。那个蓝队，哎，阿迪这边，两个二强，还有这个达达这边，一样东西呀。选出来这一个，我们的三杯鸡，请问一下，三杯鸡坐去的人。请起立，起立，来，为什么是两个人？为什么是两个人？果然是，默契，对，你们的婚姻都假的啦，你们骗我啦，骗你啦。那个阿迪，你的3000块也要走了哈，3000要走。你现在我们不是每次到3000吗？你们下的是1000。保守。我们每次到1000。黑double。没事。黑double。好，黑队选择了昌明哥。输了，我也不输了。刚刚很多人都夸奖了，谁做的？就你做的、啊。对，这盘有水准，这盘不错，厉害。OK， 两分。抽到，不要不要，等下坐上跑这件事情哦。啊，哎、欸，谁？我们还不知道哎、欸。妈妈由他们老公主动，现在怎么可以？吓一跳，真的吓一跳哎、欸！完了，我怕我老公抿嘴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拳头都硬。不要来，走开。哎呀，你去啊。走开。我们就好好的睡床了。哎、欸，到底是谁啊？他还是第一名呢。在吹的，不知道你老公这么会吹。刚刚这个我们有床，我等一下要去搭帐篷。充气。我等一下要去搭帐篷。充气。I'm sorry。吃的都算了，没有，好好吃哦，亚兰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今天晚上吃苦一点，我们睡房间吧。在我们宜兰东山这边呢，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明天早晨呢，游泳池旁边，点个咖啡，躺在躺椅上面，感受一下。